黄色果实呢？哼，没有。我知道你们来这儿的目的，你们最好放弃，不然的话，嗯。喂，哈，我是霸王龙。吓我一跳，谢谢你，韦斯，哈哈。 哇，这里是有好多黄色果实。哼，你好，刚才不好意思，我们吓到你了吧？你们是不是盯上了我的果实？没有，我们没有，虽然很好吃。嗯，我们只是探险队而已，我们不会触犯你们的果实的。嗯，我们做朋友吧。不用了。 是谁？嘿，站住！Attention！ 勇敢又强大的队长 Rex， 聪明的万能博士。